之前 GTI 潜入隧道，炸毁了盾构机和生产线，对哈斯克耗费巨资在贯穿地区实施的粮食计划造成毁灭性打击。先借助火车站歼灭敌方突袭部队，随后精确执行口袋战术，让竖井下来的敌人无路可逃。务必集中火力死守隧道，并利用维修通道绕敌身后偷袭。记住，绝不允许敌人抵达隧道尽头的农科实验室。我们的部队已经占领了 Delta 区域，敌军已夺取 Alpha 区域。我方已攻占了 Charlie 区域，注意 Bravo 区域已被敌军控制。据点查理一遭到攻击，
占领了 Bravo 区域。 Delta 一遭到攻击。完成50%，保持领先。我们失去了对据点的控制。我方已彻底。我在中弹。不会让你出事的。友军部队正在进攻据点 Charlie 一。
了敌方 Alpha 区域。战略信标已部署，据点 Bravo 一已失守。敌军入侵了据点 Alpha 一，成功占领了我方据点 Bravo。谋生信标，据点 Alpha 一已失守。我方已攻占了一个据点。医生来了，我的家人，医生回来了，我的家人，进了，干掉他们，装填弹药。我方已将据点 Bravo 一清空，保持警惕。调整状态，扭转局势。据点 Bravo 一已失守，我们清空了据点。牺牲了。